就是一共有三套公寓 A B C， 然后这个门进去的话就是去到这个 ground floor 的 B flat 和楼上两房的这个 C flat。这进来的话，这个 B flat 都是有自己单独的门，然后，对，这里一进门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灯，然后这个 B flat 进来的话，进门是厨房，门口有这个门铃的电话，全部是新装修的，然后这边这个是洗衣机跟烘干机一体的，就可以洗完之后直接烘干的。然后 induction hob 这边的话是 full size 的烤箱、微波炉，然后还有一个红酒柜，这个是红酒柜。这边的话洗碗机，看一下洗碗机，这个是洗碗机。然后客厅这里有一个小沙发，这边是卧室，这个卧室是 ensuite 的卧室，床是一个大的双人床，你看一下窗户。然后这个是衣柜，这个是 ensuite 的浴室。